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你们这作妻子的，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作丈夫的，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六节。主耶稣，多谢你提醒我们要为伴侣作美好的见证，愿我们的言行能够吸引人去渴慕你，愿我们能够爱人如同你爱我们一样，帮助我们重视对方优点，并除去我们爱挑剔的毛病。当大家陷于挫折、不欢甚至争吵相斗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转向于你。又请提醒我们言行举止是要用来荣耀主你的，愿我们更新改变的生命能够成为主大能的美好见证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